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，在这里无论是苹果还是华为的机器，拿货都非常便宜。今天也是来到市场帮粉丝找一些机器。手上这部就是一位北京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 5G 版本华为 Mate 30 Pro 8+256 内存95芯，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2699，4G 同内存是在2000左右就能入手。芯片方面采用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，支持鸿蒙系统，后置4个摄像头，4000万的像素，屏幕配备的是 6.53 英寸刘海屏，支持虚拟音量加减，同时配备4500毫安的电池容量，正常待机一天没问题。这部是来自四川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回购的华为 Mate 40 Pro 8+256内存，外观成色95芯。虽然说 Mate 40 Pro 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这款机型目前性价比依旧是很高的。首先芯片采用的是绝版的麒麟9000芯片，屏幕配备的是 6.76 英寸双曲面大屏幕，4400毫安的电池容量，如今拿来当备用机使用依旧是没有问题的。手上这部是苹果14 Pro Max 256内存黑色美版全新未激活的机器，今天的纯拿货行情是在5200左右。仔细检查好机器的外观成色没有问题，等一下就要拿去开孔了。相比五所和国行的机器有个2000以上的差价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这部是15 Pro 256，市场比较稀缺的白色，市场纯拿货行情现在是在4850，蓝色便宜个200左右。15 Pro 跟15 Pro Max 目前的开孔方案比较热门的就是内置卡贴、DP 盒子以及触点手机壳，但我个人比较推荐内置卡贴的方案，因为这个方案到现在为止售后率是最低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